Hello， 兄弟们好，今天带猴哥来吃好的，带他们出来吃烧烤啊！今天外面都有人了，里面安静一点，所以说咱们四个人做了一个包厢。先来看看菜单啊，兄弟们。羊肉串，我们来十个，牛肉串就不点了哈。下面这个，对，热狗肠来四个，然后羊腰子，羊腰子也来四个。茄子、韭菜什么的，对，烤年糕再来几个，还有那个黄花鱼，铁板黄花鱼，红油板筋、牛板筋，来几个。老板很贴心的送了我们三个小凉菜，毛豆、那个海带、油炸花生米，给我猴哥转过去，先尝点开开胃，先吃一下这个豆子。这个是什么？毛豆。水煮毛豆好吃啊，没吃过对吧？好吃。这里啊靠海，很多海鲜，但很奇怪就是没有海带，这海带还是国内沿干海带运过来的。哎，这筷子按一下把它打开，第一回用一次性筷子。哎，来了，上菜了。我们第一个就是牛板筋，来，猴哥，牛，老二准备刀海带，吃好的了，小菜放一放。来一个，老二。这个菜绝对符合老二胃口啊，牛板筋，小伙子嚼起来最香了。十串牛板筋，两个人先塞塞牙缝，兄弟们。虫子给你们两个吃吃啊，蚕蛹啊。对，谁吃的？虫子。嗯，我不吃。烤虫子。对。我不吃。马上就来了，已经烤了。烤了给老二吃，我说给你烤肠。这么长？小的跟你大拇手指头一样大的小虫子。年糕，这个。哦，年糕来了。好的，年糕好看吗？咱好长时间没吃年糕了哈，还是去年咱们炒过那个炒年糕吃的。这个年糕好好吃，也好吃。来，干杯啊！哎哎。这个好吃对吧？嗯，嘿嘿，对，一串羊肉一串羊油烤出来的就香啊。好吃。哇，这个好，你看，大肉肠来了，大腰子。羊腰子，兄弟们，还有这个烤肠。大腰子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老二要趁烤肠不注意，一口把它吃了。哎呀，老二的这个速度，鸡饱了，老二专属名词啊，鸡饱了，好书，开书，好书，开吃，没了，坐等下一个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光盘，来一个光盘一个。应该还不错，对吧？反正这种小鱼就挺好吃的。
老二不喜欢那个香菜，你看吧，不敢动筷子了。每个人吃香菜味道都不一样，是吧？老二吃到这个香菜，你看。他说这个味，他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哦。真的。老二吃不了香菜。嗯。那你吃肉，吃鱼肉。俺都。哎呀，馋一下，好不好吃？虫子啊，那叫蚕蛹，今天没有了，猴哥，蚕蛹还在法国没到呢，下回再带你们来吃虫子啊、哦，让老二吃吃看。可以给老二吃吃看，他说好吃好吃，他说这是虫子。要不要再点哦？你问一下老二呢，我怎么感觉你们没吃饱？基本基饱，基本基饱，基饱了，基饱了。猴哥，基本基饱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对，饥饱了。吃晚饭了，送孩子们回家，上车回家，兄弟们，关门。我坐前头的，他俩坐后头。